嗨，我是阿贵，欢迎来到数库3C团。今天废话不多说，有三大重点跟大家说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将预告我们的下一部影片，下一部影片会是我们拍照比较的重磅，应该是数库样张比较的巅峰之作，将会是 iPhone 12 Pro Max 和12 mini。跟众厂商的比较，会有 Google Pixel 5、Samsung Galaxy Note 20 Ultra、iPhone 11 Pro Max、iPhone 11以及 Sony Xperia 5 Mark II。第二个，影片后面想要跟大家聊聊 Apple 手机渐渐疏漏的小细节，一个过去被大家称道的美好体验正在遗失。欢迎大家看完后面的影片之后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也留言在底下跟我们分享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来开箱今天的主角 iPhone 12 mini 以及 iPhone 12 Pro Max。那我们就从第三点开始吧。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大家应该知道阿贵我是打棒球的嘛。那对我们打棒球人来说，我们的 pro 我们会念的是比较日式的发音，就是 pro 级的水准，有打棒球应该就知道。所以如果你要纠正我的话，也是可以欢迎啦。我英文本来就烂，我就烂。本节目由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的杰森通信赞助播出。叮咚叮咚。第一支呢，我们来开的是 iPhone 12 mini。其实看到盒装你就知道，这真的很小很小。就我已经是手很小的人，它才跟我的手一样大的盒装。打开呢，就是一支 mini 的本体。那我们这次选的呢是红色。其实我觉得它红色也蛮好看。回归的 4S 的边框，真的就是我只能说，就是科技界有些东西是不败的经典。像 iPhone 4S 跟 iPhone 10的边框就是如此。那这次呢，它整个颜色呢都是采用一致性，然后后面也是。手感不得了，真的很小，非常的小。你看我阿贵小手的人，把它拿来跟 iPhone 11 Pro 做比较，重点是它有 5.4 寸。以前我们觉得5寸的手机很大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来到了几乎是全萤幕的时代，其实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以前的下巴、以前的额头，或是以前的侧边框，可以缩到这么的极致，然后就会有一支这么小只的手机，但它其实却有不小的萤幕。那如果你是拿 Max 系列的话，像我就没办法拿 Max 系列，它真的太大了，可能就要像180公分以上的5块才有办法去掌握这种东西，差超多。感觉右边那一只好像小朋友在玩的玩具。玩具，但它真的是一只 5G 手机，而且规格还不错，绝对适合不管你是小手的人或者是女生，真的很适合领口的口袋、侧边的口袋，甚至是你要放在包包，它就是真的是方便。甚至我觉得它应该要是12系里面最热卖的一只。单手握持很方便。单手握持真的很方便，小巧好拿，而且是最轻的手机。我觉得它的边框超好看，就是红色一体的边框啊，而且铝制的边框，铝制其实就是一种科技的质感，你会觉得它特别的有质感，然后它又是特别做了就是 Prada Red 的颜色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马上来看到下一支。我们刚刚讲到了铝制的很漂亮，很有质感。当它升级到不锈钢的时候，我只能说那已经不是质感可以形容了，直接是坐上太空梭，不知道要飞去哪里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大概如果以质感来说，或者是沉稳的话，可能各位会想到的是那种黑头车或者是宾士嘛，或者是一些比较低调一点的 BMW。升级到不锈钢，你就觉得你开的是宾利，不是法拉利哦，那太潮了，绝对是低调沉稳的宾利。那 iPhone 4S 的这种比较垂直切边的手感呢，确实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稍微不是这么的和谐，可能会有一种就是碰到棱角的感觉，好看而且经典。我觉得这个科技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这么的圆融，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可能科技跟大自然的融合啊，或者是科技要融入你的生活，但我还是觉得科技还是要带一点科技感，那个有棱有角的东西才是有科技感。所以当我握到它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说这东西叫做不舒服，我觉得这东西叫做我正在使用科技产品。来，跟着我一起念一次，我正在使用科技产品，就是这样。来，接下来说说它的大小啦。我们再请到5块的11 Max， 其实它整体的大小是差不多的。各位有看到，其实大小是差不多的。那在握感上确实没有像圆润的这么的好握，但我说了，再跟我说一次，这叫科技感，这叫我在使用科技产品。那大小上真的是差不了多少，只是差在握感上的差别，重量上也比11的系列来得轻。还有颜色，颜色真的好看。各位，如果你要选蓝色，请选 Pro 系列的蓝色。接下来来到了想要跟大家聊聊关于 iPhone 体验渐渐遗失的部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先不多说，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画面。
看完画面之后，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跟过去 iPhone 的开箱体验不太一样呢？没错，就是它盒装的那个过去被人人称道的那个慢慢打开的盒装的感觉。其实这件事情或许很多人会觉得，我觉得还好啊。但我们不得不说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苹果在很多细节上面的重视，所以我们才会喜爱苹果。我们在前面的影片介绍 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开箱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盒装已经没有过去那所谓的密契的感觉，真的是你一拿它就会直接打开。那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在思考，到底这件事情要不要来跟大家讨论，那它到底重不重要，那开箱的体验又是什么，那还有人在乎开箱的体验吗？好啦，前面提到了这么多，就是开箱的这个体验，什么7秒的体验，或许也会有人说，那是不是因为 iPhone 12系列这一次因为它的盒装变得比一般少了一半，所以它没办法达到7秒。当然我们不是说它一定要达到7秒，而是说那个气密的感觉应该会让它更扎实的这种细致的地方。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支影片，我们的下一支重磅的比较，各位一定要收看。我是阿贵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那重要的就是这一次是希望跟大家来做讨论，那我们还有 IG、Facebook 粉专、科技网站，还有虾皮卖场以及 Telegram， 欢迎大家来聊天，然后还有一个耳机社团，那下一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